汪汪汪，还回不回家吃饭了？你特么的不饿，你狗大爷可饿坏了。傻狗别叫了，等我挖好这几个坑，种子放下去咱们就回去。尼玛，这锄头都坏了，什么东西这么硬啊？这金光闪闪的，不会是挖到金子了吧？这下发达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珍珠也没有像拳头这么大的。啥事啊？大呼小叫的，吓我一跳，我的尿都淋我身上了。二货，你在干嘛？不回去吃饭就算了，你还在那练手速，你这是有多饥渴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呀！咋办啊？要不要回去叫人呢？要是我走了，刚才抓的这桶鱼被别人拿走了怎么办？可他要是挂了，以后都要饿肚子了，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我先吃一条鱼吧，边吃边等他醒来。烈焰龙魂，生生不息，传承。刚才是怎么了？好像做了一个梦，但是为啥脑袋那么疼啊？尼玛，这是咋了？大白天的，老子见鬼了！这二货自言自语什么呢？听他的口气，不会是想抢我的鱼吧？哼，从狗嘴里抢食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我还是先溜之大吉为妙。哎哎哎，傻狗，你等等我啊！汪汪汪！你们是不是把你们的小可爱忘掉了？狗大爷，我今天只吃了一条鱼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吃呢。走开，走开，别在这里乱叫，等会给你骨头吃。憨狗，我也没办法了，要是我把鸡腿给你吃了，我妈非把我腿给打断。为什么本汪只能吃骨头，一点肉都不给？现在换主人来得及吗？如果来不及，等会我再问一次。